厅准备的料理了。第一道微波炉半桌菜，蔡琳叫做什么？叫roasted beef。Roasted beef， 就是美乐鬼的快速生牛，里面的熟度差不多就是这个。哎，我的妈呀！我的妈呀！没拍到，没拍到镜头，没拍到，我的妈呀！哇，这个是尾端的，中间会更深一点。各位，有没有人曾经怀疑过五分钟是不是经过剪接？有没有怀疑过？有没有人怀疑？怀疑的举手。哇，全部吗？六个人只有一个相信我们五分钟做好菜是真的。相信我是对的，其他的五位都认为他是经过剪接的。真的要加油！我们都记得的，不要挡路，不敢挡路。黄心又想，这就是一个南瓜酱左面角啊。那为什么叫黄金右脚？哦，现在世俗赛了嘛，黄金右脚。你真的南瓜通常已经很甜，对啊，南瓜会有甜味。其实来讲是代替我们一般在料理的味素。OK， 是那个雪里红那种画龙点睛的效用，它完全的把那个味道发挥出来。然后对，然后它的咸配上南瓜甜，真的是绝妙。靖志哥，你们在国外是不是真的时常用到这电锅啊？几乎留学生都会带一个大桶电锅出去，真的都会用这个哦。好，那我现在就把它倒出来。好了，好。那现在不必急着去洗内胆了，旁边准备一锅的热水，我们就用这一个残留的水，产生水蒸气的香味，把鱼给蒸熟。啊，这事你都算得好准哦！现在让它蒸，好缜密的思考，对呀，好流畅哦，漂亮，这个很漂亮，这个好厉害哦。型男搬新家，邀你来做客。欢迎收看《型男大厨四大天王料理秀》。太精彩，太好看了，各位！欢迎回来，朋友，准时收看，每天晚上七点钟准时收看的《型男大主厨》。是的，这个节目呢播出，现在迈入第五年，果然搬新家，新家新气象呢，总要有点新作为出来。没错，而且新家就是要有人气，所以今天特别邀了很多的人。对，今天邀请了三组非常幸运的朋友，有两组来自中部，一组来自北部，他们的文笔都非常的好。我们请人家来吃饭，都要请跟我们有感情的人。这三组人马对我们的节目来说，起码默默的支持都超过了三年的时间，应该是，好不好？大家可以了解一下。而且我们的节目造就了他们的情感，造就了他们的丰富，他们的生活。是的，一组一组来跟他们聊，好不好？欢迎我们的三组人马，欢迎。欢迎，欢迎。好，请把麦克风准备好，一组的跟大家问候了。欢迎来到我们的新家。我们就从最远处开始，好，好的，好不好？远方的朋友，看起来整个目前整个法线往后退的那一位。对，人家来者是客呢。临近之前的冯秋雨小姐，欢迎你们。欢迎你们。两位是从哪里来的？我们从台北过来。台北啊？台北什么地方？就在南港这个地方。就在南港啊？很近哎。哎呦，你是经过这边顺便上来吃还是怎么样？我们这边上面写说你们的职业是留学生啊。对对对。你们年纪都已经三十啷当岁了，还是留学生吗？留学生。还是留哪的？留哪的？我留美，在加州，他在日本，在日本留学。留美留日，明显没小孩。一个在啊，有小孩，一个在美国，一个在日本，孩子怎么生的？怎么会回来台湾结婚？哦，是是是，应该的，应该的。夫妻两个人都喜欢做菜，因为喜欢做菜而在网络上相识，进而结为连理。哎呦，除了可以看到五星级厨师们的创意料理，还可以透过大厨们的口述和示范，传授观众们制作五星级料理的小撇步，更让在外留学的我们在举行 party 的时候，轻轻松松变做出一般中国餐馆看不到的人。哇，有这种事，让其他同学惊艳不已。希望有荣幸参加活动，为两人的婚姻留下最贴切且难忘的回忆。哇，谢谢你啊。第二组人马来欢迎颜文馨、陈素华。欢迎两位。两位是同学还是母女？真的假的？哇，文馨姐，你的女儿这么年轻？你这样虽然够累吗？虽然素华
姐听得很开心，可是我想文心姐会有点难过。来自哪里啊？文心？来自台中。台中啊，台中的朋友。好，他们最喜欢的单元呢，也是五星级料理秀。为什么呢？你看，因为呢，文心呢很喜欢阿基师，觉得他为人很质朴谦虚，做菜也很用心，出菜时也很用心，会照顾到每个人的需求。而且啊，希望有一天能够进棚看到阿基师料理，如果有可能的话，还想要当二厨哦。这是妈咪的心愿，她希望我可以趁着还年轻漂亮的时候，有机会上电视帮阿基师做菜，算是圆了妈咪的那个梦想。哦，是吧？妈咪说说看你到底对阿基师倾慕了有多久了？苏华姐，至少有三年了。有没有试做过？有没有试做过？有，真的应该有试做过。对，哪一道？随便讲讲。我一时想不出来。让家人叹为观止的培根干贝卷，这是从阿基师这边学来的。哎呦，培根干贝卷有成功吗？有成功吗？这道是我们家每次只要有人来做客的时候，一定要端出来的菜。变成大菜了。培根干贝卷呢，那要有点功夫的，要有几多才。就你们两位呢，这个在家庭生活当中，因为今天上的节目，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回忆啊。这个刚写的这边念的这篇文章谁写的？我写的，应该是你写的。对，我写的，写的非常好。写的更感人的是下一组了。下一组太感人了。他们整个写的，听说我们整个整理完已经整理了两个多钟头了。哇，很长哎。他拿日记出来还是拿什么不晓得？杨维竹、杨巧婷姐妹，欢迎两位。欢迎两位，年轻的。从哪边来的？彰化。你们的内容啊，我们手卡哦，缩小的字儿还写这么多，真的。请注意，这是我们整理过的，本来比这是五倍长。而且他每个人都写到，真好用心哦，很感人。我想他的诗让你来念一下好了。好，他们最喜欢的单元呢是五星级料理秀。刚刚又是喜欢型男大主厨的程度，可以每天3点、7点和凌晨1点各看了3次。好闲。最喜欢五星级料理秀那种又惊又喜的感觉，就像海浪一样迎面冲击我。看着纵贯线料理达人、料理界的言承旭、小巨人和像爷爷一样慈祥的大厨阿基师在料理，所有的小 paper 我都记得清清楚楚。阿基师常说的好到不行，让我和姐姐每一次都会跟着一起说好到不行。而创意料理界的达人、料理界的裴永俊，快吐了，对不对？换我接，来，我换我接。帅气程度直逼日本天王木村拓哉。Oh my god！ 转盐巴罐的帅气是什么度角？让我觉得脸红心跳。看着自身妙丽的巧巧，逗趣可爱且不服输的模样，和神哥大口吃的美食，那讨人厌但淘气，的模样，都让我觉得好开心。抄袭耶你！我蛮讨人厌。就讲大声一点。我跟你讲，勇敢说出来，不要怕，我听你。你说大口吃下去，然后就那种表情就，很讨厌，吃不到就哦，好讨厌。那没有办法。希望呢有小叮当的道具，把电视里的食物化为真实。真的好想要去新棚录影，和感受型男大家庭的温馨气氛。再次谢谢三组，谢谢你们。我们轮流搬出我们的半桌菜，请大家吃一吃，希望能够让你们吃得非常的满意。是。第一个单元从哪边开始？第一个单元就从詹姆士帅气到不行的詹姆士开始。我们从微波炉半桌菜开始，好不好？那我们欢迎詹姆士来请。微波炉半桌菜，菜名叫做什么？叫 roasted beef。roasted beef， 就是美乐鬼的快速生牛肉。微波炉要如何做出生熟度诱人的牛肉料理？詹姆士技法大公开。那今天比较特别的是，平常我们在用微波炉，怎么可能用微波炉？我都会用保鲜膜封起来，对，没有需要，不用烤箱。今天就是整个把它放上，啊，放在筷子上，对，这样就可以。然后这样进去微波大概3分钟，好奇怪哦，好了耶，哇，好，快速生牛肉，来怎么做？哦，首先我们当然是先处理牛肉了。哦，那我们需要什么部位的牛肉？这是菲力，菲力牛肉，还有一点橄榄油，进来。哦，大不是一大匙到两大匙左右，然后把胡椒放进来。帅气45度角，就是这个表情，就是这个姿势。现场亲眼目睹吧，哈，帅气45度角。帅吗？有帅吗？茶厅有帅吗？一小匙的蒜泥，对。这个是什么？这是蒙特楼盐。蒙特楼盐，对，我放了一点海盐，给你蒙特楼盐。好，那现在这个部分我们的腌料已经好了，我们就把肉拿起来。直接放进去，直接不用太滚它，
太小心，其实做菜在这个步骤的时候是最好玩最有趣的，你就把它捏捏捏，把它全部都把它放到肉上面去。你今天做这个牛肉也有沾酱吗？有。那今天比较特别的是，平常我们在用微波炉，怎么可能用微波炉？我都会用保鲜膜封起来，对，不用需要，不用烤。今天就是整个把它放上来就可以。啊？放在筷子上？对，这样就可以。然后酱进去微波大概三分钟。好奇怪哦，好像在烤东西哦。它的强度呢？大概900瓦左右。900瓦？对，900瓦。你可以用1000瓦，可是你用1000瓦的时候，你要把它拿出来，你还要静置一会，让它外面的温度，让里面的温度闷到它热。因为里面有热的话，外面吃起来是热的，里面才是冰的。哦，那感觉很不舒服。对。好，我们现在先把菜先泡着。泡冰快水。对。来，我们来调酱哦。Roast beef 还有酱哦。对，这是比较特殊一点，是它有点偏日式的味道，因为我这边放了柴鱼汤。通常。柴鱼高汤。大概2匙左右。我们有教过柴鱼高汤怎么练哦，其实你平常可以多煮点，可以都去冰起来存起来。然后番茄酱，加到2汤匙的番茄酱，差不多1匙半。哦，1匙半。黄芥末，然后 Tabasco。绿的加了 Tabasco 跟什么 ？Tabasco 两种都是 Tabasco。绿红辣椒跟绿辣椒所做出来的。对对对。好了耶！哇，好多肉汁啊！没有，下面这个地方都是肉汁。它等于是有烤出来的效果，有真的有。来，这边我们放橄榄油进来，香哦，好饿哦。橄榄油，对，然后盐、胡椒，嗯，好，然后把萨米狗，就是陈年的酒醋，红酒醋，对，哦，光这样就很好吃，这样就已经很好吃，对啊。哎，这真的很好吃。生菜的内容物，看大家在家里面自行的需要吧。对对对对对。那把它拌匀之后呢，我们就可以把它拿起来。好，哎，剩下一点不要了。嗯，差不多，我觉得这样不够嘞。不可以，今天有菜品的，有观众在，你还想偷吃？我什么偷吃？还要倒掉的东西。我们是吃厨余，你要搞清楚。哎，我们那么多的工作人员，我叫厨余处理机，行动式的。真的吗？楼下有一间，你可以看里面，里面的熟度差不多就是这个。哎，我的妈呀，我的妈呀，没拍到，没拍到镜头，没拍到，我的妈呀，哇！那这个是尾端的，中间会更深一点。然后我们撒点起司粉在上面。所以就好了。没，最后的蘸酱的部分。对，你要蘸酱。跟 cocktail 一样啊！哇，放在这上面，这就好奇这个蘸酱到底在里面扮演的角色是什么？你吃肉的时候，你可以蘸着它，看自己。对对对对。好，这样就完成了，是不是快？完成喽！好了，题目是什么？请看。好，台湾以农业起家，自古对牛就有很深的感情。台南有人甚至为牛成立了什么样的特殊机构？A 设立老牛之家，让退休无法耕作的老牛在那硕养天年。B 颐养天年 ，sorry。B 牛只寿险公司帮牛保险，意外发生后能有所理赔。嗯，准备。剪刀石头布，耶！我赢了，各位观众朋友，你们见证了历史的一刻。是这样子。哎，我看一下，我看一下 A 还是 B？ 老牛之家，牛只寿险公司。好，我选。我觉得我选 A 就对了，那我只有被迫选 B 了。对啊，你只能选 B。事实上并不是被迫，请搞清楚，我本来就想选 B。真的假的？你可以说一下为什么吗？你要知道，寿险这个观念啊，从10年前被打开了以后，反映到牛只上面，我们台湾的牛，尤其南部的牛，都有经过每天宰杀3次，要最新鲜最新鲜的牛，因此呢，牛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经济的一个动物。尤其台湾牛老大，我不知道你听过哦，高雄，每天都要分3个时间，最新鲜的牛只，台湾自己本土牛哦，好吃到不行，所以因此我觉得对牛应该有寿险的保障才行。说得好，就是 B 了，好，就这样。好，你们学好了没？没想到好不容易猜赢的巧巧，居然受逞能的影响改变了答案，接下来还会发生什么令人爆笑的事嘞？博主与师傅的观众见证版5分钟出好菜来了。今天讲这个豆腐而已哈，就信调。信调。信调。对，然后因为信调有两个步骤，
一个是烧的，一个是炒的。有，只有豆腐信掉，只有豆腐没有报名电信。赶快过来，那现在豆腐我们炸好了，对不对？对。那直接拿进来煨。对，炸的跟老皮嫩肉一样。对，啊、那带豆腐原本就是老皮嫩肉啊，就是老皮嫩肉。对对 对, 对，改良的就对了。对，哎。还有三分钟。就是 B 了，好，就这样。好，你们选好了没？哎，大会。哎，又没有错，我认的。我们没有写这条，好不好？我想改就改啊 ，B 就是这样。A 还是 B？ 嗯，三组人马，一、二、三进去来。啊？这是什么、啊？全开。现在感觉好像我刚刚都在放屁吧？为什么？那个文青，印象中好像有看过，而且感觉他选你这边站好像比较容易吃得到。啊？我说选跟你一样，最后跟你一样的答案好像比较容易吃得到。可是他是 B 耶，陈哥选 B。他不看你改了，现在又 A 了。你也选是因为看他改 B 才跟我，原来你是因为要反对我改。在揭晓以前，你们改不改？都不改。你改不改？你不能改。我让他一起，让他揭晓给大家看呢、啊。看这个帅气的脸，裴庸俊，我们创意料理的裴庸俊。仔细的告诉我，这是今天第一道菜是。美到苦也快速生牛肉，答案是好，这边答案是 A。是啊，这就老娘这样颐养天年。我本来选 A 的，我真的本来想选 A。还有当事人被我说服的。请解释一下，豆总。好了，台南县是个农业大县哦，目前全县尚存217头的耕牛。县政府农业处的畜牧科表示，农畜文化示威，县府因此成立了老牛之家，是全台第一个退休这个耕牛的安养中心，也有3只老牛入住，希望能够扭转水牛、黄牛被转卖宰杀的命运，感谢耕牛的辛苦付出。太好了，希望你们今天大满贯都吃得到。豆总。一点都不深，看起来好好吃哦，乔玉，我要哭了。一点都不深，哦，很好奇酱汁是什么味道？辣啊，酸辣，是酸辣哦。哦，看大家吃真的好饿哦。小林，超好吃的，就是超嫩，然后没有那种，哎，它那个酸酸的那个是什么？红酒醋那个吗？可以解那个腻。红酒醋还是红酒醋？你好棒，你很会，真的，不愧是唬人大学的。是唬人。文馨，牙医师你自己讲，牙医师牙齿是敏感的，对不对？牙齿的结构里面，口感也是敏感的。你刚才敏感的口腔里面吃到这个肉的感觉怎么样？我觉得就是吃出牛肉的嫩，然后完全一点都不腻，一点都不腻。它不止看起来很舒服，它吃起来也很舒服。哎，好好难过。尤其值得注意的一件事情是，请带到桌面吃完，全部吃光。掌声给詹姆斯，谢谢詹姆斯。各位，有没有人曾经怀疑过五分钟是不是经过剪接？有没有怀疑过？有没有人怀疑？怀疑的举手。哇，全部吗？文馨，只有你相信我们。你相信我们？我相信这些师傅的功力啊，很好。但是你没有看过现场，看过他们真正慌张的样子。怀疑是吧？各位手上有表的，要计时就计时。嗯，你们看一下五分钟出好菜。五分钟啊！欢迎郭主任师傅，是不是？你们在看这个这个桌上面，我们所有备料的东西，只有这个。是什么？是鲍鱼。哦，鲍鱼。我们今天他们来，我跟你讲，只有半锅菜吃这么好。对，半桌哈，半桌不然呢？我们鲍鱼已经切成丝。对，鲍鱼已经切成丝。其他的备料，
哦，有，这芙蓉豆腐。豆腐。蛋豆腐已经切成了块，已经快，嗯，已经切好了，只有这两个，嗯，其他的都没有做好，没有半成品哦，嗯，就这样，先带的菜名叫做什么？芙蓉香包。芙蓉香包，芙蓉香包，就今天假如说只有豆腐而已哈，就杏调，杏调，杏调，对，那因为只有两个步骤，一个是烧的，一个是炒的，只有豆腐杏调，只有豆腐没有鲍鱼更杏，因此我们让不信，现场有五个人也不相信你做得出来，我们都精神了，好。那现在我们先把高汤先把它倒进来哈，大概一碗的高汤，还有呢，这是才一包哈，那个整个酱汁呢，我们把它倒进来，大概三包哈，这边还有芙蓉豆腐的，这个是葱仔油，葱仔油，对，就是葱油嘛，对，还有我们的蚝油啊，多少分量啊，都没有讲，蚝油大概一小匙而已哈，不要太多，然后糖一小匙，一小匙，还有米酒一小匙，对。那现在呢，我们酱油再来一点，那颜色带颜色再漂亮一点哈。好，现在调料我们就拉开哈。那这边呢，赶快过来。我们这边呢，油温大概160度。那现在我们这边呢，直接芙蓉豆腐等下倒进来。哦，还有4分钟。怎么那么快？没有那么快吧？有。那现在我们豆腐就让它在这边炸哈，那这边呢，我们直接再炒我们的鲍鱼，还要再炒啊？要，来不及了啦，师傅。哎，这样呢，我们油现在这边呢再加一点进来哈。嘿，我今天有点紧张哎。好，不要紧张，你可以的。这样呢，我们辣椒丝先倒进来哈，然后整个现在呢，直接辣椒给它炒香一下哈。对，那现在我们。这银芽先倒进来，还有呢，我们鲍鱼也直接倒进来，鲍鱼丝倒进来，对，鲍鱼丝倒进来，那因为里面没有什么料哈，我们再加一点盐巴进来。郭师傅，还有3分钟，我没有骗你啦，真的。米酒呢，现在给它加一点进来哈。食入鲍鱼之肆，久而不闻其臭，是形容味道闻久了香或臭都没有感觉。但为何要用鲍鱼之肆来形容 ？A. 古代烘干鲍鱼的技术不佳，常常会让鲍鱼发霉发出恶臭。B. 古代的鲍鱼指的是咸鱼，卖咸鱼的店铺都有难闻的味道。一、二、三，选。为什么选 A？ 杨小丁，妙丽耶。是妙丽了，妙丽有时候跟梅丽是很接近的，到后来会输到梅丽，我跟你讲，这个是一个南瓜酱佐面条，面条啊，那为什么叫黄金右脚？哦，现在世俗赛了嘛，黄金右脚，你好，你真的。那现在我们你们有计时哈，有计时3分钟了。好，不要挡路。好，在我们这边呢，我们现在香这葱花就直接给它进来哈。嗯。然后呢，这边也给它炒一下。好，那现在我们豆腐也差不多好了。郭师傅。要。还有2分钟。真的。我们那么快。好。那现在豆腐我们炸好了，对不对？对。那直接拿进来煨，那把它煨入味哈。好，还要煨入味哦。对，一定要煨入味。炸的跟老皮嫩肉一样。对，对，原本就是老皮嫩肉。啊，就是老皮嫩肉。对，改良了就对了。对，这一块来不及。这个很好吃。你怎么知道？还剩最后1分钟。好，加油！我们这边好用。我现在直接整个进来，那这边呢也炒好，对不对？我直接呢就把刮进来，就像这样子，有没有？整盘组合的菜呀，对，整盘非常的漂亮。再来我们香菜呢，再给它香一点进来。这是一个不可能的任务啊，郭师傅。等一下可以吃到我们鲍鱼的鲜，豆腐的嫩，完成。Thank you.
时间哦，至少还有30秒以上哦。听好了，各位，题目是：俗话说“如入鲍鱼之肆，久而不闻其臭”，是形容味道闻久了香或臭都没有感觉。但为何要用“鲍鱼之肆”来形容 ？A. 古代烘干鲍鱼的技术不佳，常常会让鲍鱼发霉发出恶臭。B. 古代的鲍鱼指的是咸鱼，卖咸鱼的店铺都有难闻的味道。啊，好紧张，又来了，加油！对，好，剪刀石头布，布布布，哎呀你呀！你怕什么？你想我会变对不对？干得好啊你！干得好吗？你喜欢？牌子给我。我是 B。准备举牌，一、二、三，举牌。你们听我的哎。为什么选 A？ 杨小婷。妙丽耶。他上一题反而对啊，他的原本坚持都是对的。嗯，说得好。对啊，不要听他现在相信他原本的。OK 了，那他就是妙丽了。妙丽有时候跟梅丽是很接近的，但后来就输到梅丽，我跟你讲。所以我已经可以知道结果了。答案是。B 是，跟着我才有未来啊！怎么会这样？为什么？请说。根据《说文解字》，鲍鱼乃是腌制过的鱼，鲍鱼之肆是指的是咸鱼的地卖咸鱼的地方，并用作比喻臭秽还有恶劣的环境或小人聚集的地方。恶劣的环境，对，小人聚集的地方。哦，杨巧婷、杨维竹，休息一次，谢谢。谢谢。来来来，请慢用。我说它其实是一个，有点像炖菜的感觉。哇，好香哦，鲍鱼耶！我好想吃鲍鱼哦。很嫩哦。那个干嘛？啊，没事。请勿喂食，好不好？我要是偷吃一次，我会被停下来。秋雨喜欢吗？秋雨。好喜欢，那个豆腐菜太嫩了，然后配上那个鲍鱼跟那个银牙，爽口，非常爽口。而且我在旁边看吃东西，我觉得好好吃哦。好细哦，好上口。秋雨是一个很惜福的人。对呀。吃东西感觉，而且你要知道，留学生在国外真的很辛苦。对对，来再给郭祖义师傅鼓励。谢谢郭师傅，谢谢谢谢，干得好。第三个单元即将来的是我们的另外一位帅哥电锅男。今天呢，我们的帅气电锅男，其实他今天其实并不用电锅来做我们的半桌菜，用什么呢？今天用59块来做半桌菜。哇，59元，对，最不景气也是在最好的选择。开始了，菜名叫做什么？黄心右脚。就是一个南瓜酱左面角，面角、啊、那为什么叫黄金右脚？哦，现在世俗赛了嘛，对不对？黄金右脚，你真的，拉迪赛一流。最贵是南瓜18块，然后馄饨皮10块，雪里红只要5块哦，只有5块，对，因为只要一点点而已。然后培根片8块，蛋黄5块，其他的蒜末、高汤、盐、胡椒粉、米酒、糖都是1块2块这样，总共3块，我拿过来给大家好了，好不好？对对对，这可以慢慢敲。欢迎来招呼了，我过去光，因为我是在往走动一下。师傅啊，是。所以一开始呢，要怎么做？雪里红，好。那雪里红买回来之后，一定要记得先过水一下。嗯，因为太咸了。因为太咸，对。你觉得哈姆拉当最贵的也不过就南瓜18块钱，它能做出什么质感出来？其实南瓜的部分呢，我会把它做成酱。南瓜做成酱，合理啊。把它做成酱。所以这边的南瓜是蒸熟了的。蒸熟的南瓜。南瓜真的这样的糊烂，差不多这么软烂的，大概要多久时间？我们差不多用电锅蒸的话，我们用一杯水就够了。吴师傅，你的培根出好多油哦。就是让它出油。就是要让它出油。出油，整个让它香味出来。好，刚锅里没放油。对，来，在里面呢，我们加一点点的糖。好，因为本身呢，雪里红啊，培根啊，本身就会带咸。嗯。中和一下它的味道。没错。来，胡椒粉。哦，这味道已经很香嘞。已经很香了。好。而且培根是咸的吗？培根是咸的。
蒜肉末，我先把它拌进来。蒜末拌进来。对，来，我们就把馄饨皮呢，把它放在我们的砧板上面。现在要玩十三张，铺得很漂亮，就包进去就好了。就把它包进去。包法是什么包法啊？我们大家会对折。而且这包法其实比较简单哎，这个比较简单，对角把它压平就好了。对，对啊，我是不是在压花了？是不是？对，像在压花。哦，这样就有不一样的感觉了。对，好简单哦。要沾一点高汤，或沾点水，想做就可以。真的。然后下水饺了。来，下水饺，好。打南瓜酱。要做酱汁来了。对。你们观众朋友，你们有因为我们节目的调理机的表现而买一台在家里自己玩吗？没有啊。好，来感觉一下。调理机真的很好用哎。放了1:1的南瓜跟高汤，嗯，好，再来放2颗蛋黄。这样子呢，你这个南瓜酱、南瓜的浓汤，你也不用去勾芡。是大骨高汤还是鸡高汤？用大骨高汤也可以，鸡高汤也可以。都可以。对，今天用的是鸡高汤。嗯，好。喜欢喝南瓜汤的人，用这个打要命啊！打完就直接稍微加热，把蛤蜊、海鲜拨进去煮熟，非常的漂亮。在加热过程哈，嗯，加一小匙的糖进来，盐巴，好。南瓜通常已经很甜了，对啊，南瓜会有甜味。其实来讲是代替我们一般在料理的味素。OK， 因为他刚加了等量的盐和糖，我相信应该只是为了让味道丰厚一点。对，这个呢，南瓜酱我们先铺底，果然是铺底，哇，好美哦，铺天盖地的，来把我们的饺子的部分，嗯，好，这饺子超薄的，很薄很薄，哇，浸泡在里面。OK， 好，这个就是我们的南瓜酱左面饺完成，完成。好，有请吴秉承师傅出题，请聊。题目是：哎，饺子是许多人相当喜爱的传统面点，然而饺子的发明由来相传是 ：A. 医生把草药包进面皮里，让病人服用，效果意外良好。B. 穷人家把少许肉包进面皮里，煮出来分量感觉变多。A 或 B。准备。拜托让我猜，我拜托。剪刀石头布。Yes。啊，我终于有道菜可以吃了。我跟你讲。在这要先跟各位朋友们讲一声，因为我平常在江湖上走跳，有个外号叫做饺子姑娘，所以我想饺子的那个由来我是非常的了解。我的答案是 C， 就是非常的简单，因为像其实很多面点啊都是以前穷人家发明的，像是面疙瘩也是。为什么会有面疙瘩？也是因为以前为了要吃得更饱足点，就把剩下的面团丢进那个一大锅可能前几天做的那种汤里面。那饺子也是，就这么简单。我说的非常有说服力，我想大家知道要怎么选咯。准备举牌，一、二、三，举牌。哎，你们走。我跑票，你刚没有吃到啊？蔡明叫做什么？咕咕鱼，咕咕鱼，顾名思义，两种菇，一个鱼。靖志哥，你们在国外是不是真的时常用到这电锅啊？几乎留学生都会带一个大桶电锅出去，真的都会用这个哦。好，那我现在就把它倒出来。嗯，好了，好，那现在不必急着去洗内胆啊，旁边准备一锅的热水，我们就用这一个残留的水。产生水蒸气的香味，把鱼给蒸熟。不要为什么跑票？刚没有吃到。就这样子喽，所以吃不到就是共业哦，你不能不能有任何人怪我。看我一个人吃，不能怪我。哦，对，答案是，答案是，饺子姑娘答错了。
相传东汉末年，南阳大夫张居在长沙为官时，常为百姓除疾治病，他的药名叫祛寒焦耳汤，做法是用羊肉和一些驱寒草药熬煮之后呢，包到馅料里面，制成了耳朵状，所以做焦耳。据说吃后身体会发热，两耳会变软。后人呢模仿焦耳样子做过年的食物，称之焦耳饺子。所以答案是 A。我先咯，来拿到了先吃来。哎，我其实送菜已经送出一个心得来了，我可以在最快速的方式送完菜，好厉害我。我感觉好漂亮。邱玉洁，我觉得那个雪里红那种画龙点睛的笑容，它完全的把那个味道发挥出来，然后对，然后它的咸配上南瓜甜，真的是绝妙。不是雪中红，不要再谈雪中红，好不好？麻烦你配合一下。而且又一次大家把它全部吃完了，连南瓜汁儿都不放过呢。给我们的电锅男吴秉辰师傅鼓励。谢谢吴师傅。四大天王料理秀最后一道半桌菜，当然有请国厨阿基斯带来电锅半桌菜，欢迎阿基斯。半一桌菜用电锅这么样的一个小容器能做什么？题目菜名叫做什么？咕咕鱼。咕咕鱼，顾名思义，两种菇一个鱼，来咕咕鱼开始。一大匙的油，来，我把内胆就对着您那边注意看了啊。嗯。服务周到。嗯，服务周到。那现在呢，这个加热以后，我先把葱段进来。好，先炒葱段。蒜末进来。蒜末。来，就这样子在里头爆香就可以了。嗯、看清楚了啊。好香哦。对。味道。就这样爆香。那爆完香以后呢，这个是。红喜菇、美白菇全下。红喜菇、美白菇全下。啊，这个全下。都是一个中碗的量。对，一个中碗的量，那就稍微简单的炒一下。好，那炒完了以后呢，我这边就有一点点的，高汤。加锅盖。焖它。那这两个食材熟成时间比较长。所以我们就利用煨它的时间呢，可以做其他的事情。嗯，煨的过程当中做其他的事情。那这个是黑木耳。黑木耳。那现在呢，我们切猪条。电锅出好菜都是为很多在外游子留学生。哎，今天刚好有留学生在现场哎。靖志哥，你们在国外是不是真的时常用到这电锅啊？几乎留学生都会带一个大铜电锅出去。真的都会用这个哦。好，那现在就在焖炒的同时呢，我就把这个鱼肉给取下来。而且是大体解剖的能力太强。哦，好厉害哦！刚好顺着那骨头这样切。对。哇。他手掌能够快到那条鱼都不知道自己死了，你知道吗？太夸张了。哎呀。好，肉取下来啊。嗯。好，那我现在就把它倒出来。嗯。好了。好。现在呢，倒的时候只要拔插头就可以了。那么连汤连汁一起出来，把姑姑们都倒出来。那现在不必急着去洗内胆啊，旁边准备一锅的热水，让它烧滚。那这个不洗锅的原理是里头还有残留了一些蒜末的味道。嗯，我们就用这一个残留的水，产生水蒸气的香味，把鱼给蒸熟。啊。好，那我现在呢就把这些佐料呢给挖到这个盘子里头来。我们汤是把它拿来当成鱼的调味料，再回淋过来。目前已经看见姑姑了，姑姑跟鱼很快就要同逢了。它这个菇是热的，就把这个鱼片贴上来。啊，就这样啊？就这样子贴。啊，好特别哦。半桌菜。这个鲜度跟甜度都刚刚好，好，那我现在只要多加米酒就可以了。来，就把这个汤呢淋上去。我用煮菇的汤来蒸鱼，哇，一定好吃。那这种的味道都是表里一致的。好，这里头的水滚了，我再利用刚刚炖汤的这个再放进来。阿基斯，你都算得好准哦。现在让它真缜密的思考。对啊，好流畅啊。
漂亮，这个小马厉害哦，整个过程万无一失，而且充分利用了每一个环节。对啊，那我现在利用那个空锅呢，要酱油，烧一大匙的油，把它烧热。OK， 因为这个葱姜辣椒是还算是生食的条件，嗯，我们把它做到熟食的条件再摆上来，既可提味又可以添鲜啊。那要特别注意啊，因为我们用的油都是植物油，所以它的油温只要拉到170度就可以了。好，那些油滚啊，就冲到这个葱里面来，哦，这样子就可以了。它就有油香味了啊！170度瞬间杀菌。是，好，来鱼熟，哇，刚好熟了耶！哇哇，小心阿基斯，阿基斯烫，阿基斯烫啦！我这里头呢，鱼肉本身我没有下盐巴，所以它不会有柴色的口感出来。哦，鲈鱼很容易干柴，给我一下吧。所以等一下里面没有任何咸味的调味，哦，没有另外再添加盐，因为添加盐它会排水。它肉会看起来更柴。哎，谢谢郭沫鱼。题目是鲈鱼，因为营养美味，它是餐桌上常见的菜肴。但是有一名英国男子在尼罗河钓鲈鱼的时候呢，他却发生了什么不可思议的事情 ？A. 钓到一尾巨型的鲈鱼，身长超过1.8米。体重超过100公斤 ，B 是一尾有长头发的鲈鱼，还是斯巴达军人的发型？啊，请问 A 或 B？ 哇，等一下我好好想一下。你想不好的，你一想就毁了啦。我本来想输的。哎，你想输吗？我本来想输的。好，好不好？那你就是用想输的心情跟我催拳哦。我已经闭起来玩。好，剪刀石头布。剪刀石头布。哎。哎，等一下我慢出。好，来剪刀石头布。哎，你快出。剪刀石头布。耶，我赢了。好，所以我赢，我先选对不对？来。要哭了。我选 B， 完全只是因为我吃饱了。我真的吃饱了。那我要选 A。你选 A 哦，你本来想选 A 啊？因为我觉得不可能斯巴达太夸张了，没有这种三去法。鱼怎么会长头发？好恶心啊！好，各位准备举牌，1、2、3，举牌。耶，有两个跟我一样，姐姐。我 B， 他 A， 答案是 A。哇，我终于知道了。好饿。请解释一下。好，近日呢，有一名英国男子。在乌干达度假期间，独自了就驾驶的一艘小型的摩托艇前往尼罗河钓鱼。当然，他经过了长达45分钟的较量之后，他终于制服了一条体型巨大的尼罗河鲈鱼。经过测量，这一条尼罗河鲈鱼呢，长6英尺和1.83米，重249磅。和112.64公斤，正确答案是 A。哇，真的哎！来，请慢用。你知道现在这个鲈鱼片啊，吃在嘴里它一点不柴，而且我说真的，我觉得它很像，它嫩的程度就像鲷鱼片一样，它是嫩的。淑华姐，满意的晚上。我没想到你们今天中间这组是最幸福的一组。好，这个咕咕鱼给我们阿迪斯鼓。谢谢阿迪斯，谢谢。好，请到我们场中间来。那今天呢，在现场呢，一起来吃我们的四大天王料理秀，四大天王新居落成半桌菜啊！感谢我们三组人马，谢谢。谢谢我们四位主持人。大家好，上期的准时收看好吃好看的《新年大主厨》哦。祝全家大小天天都幸福，下次再见。来自彰化万华两地多才多艺的社区妈妈来下厨，不仅秀厨艺，还要秀才艺喽！放鱼虾，哎呦，看来是秋妈妈主厨，中部的口味。我们今天是特别从彰化上来，对对，那很赶呢。现在有高铁方便，高铁很方便，而且他那边乌鲁过去半个小时就到了。乌鲁这个黄金空吧。你们平常只有在跳肚皮舞的时候会交流吗？我们感情很好啊，真的哦。是啊，会约
就是文社长，社社长很会照顾这摄影，尤其我这年龄大，他更会照顾。看起来都不知道有没有七十，真的看不出来。我说真的，活力啊，对啊，看不出来的，就是都是跳肚皮舞才会更年轻。万华社区大学的舞蹈肚皮舞，肚皮舞，欢迎万华社区大学。